虽然2014年才刚刚开始，但是当然波斯的男装要让大家先抢先看2014年春夏的新服装最新的，或者是将来会发生的一些流行是什么呢？那去年我们的秋冬服装的时候，大家有看到我去意大利这个瑞士跟法国的边界，在那个雪山上面拍的一些非常非常精彩、非常难忘的照片。 那这次也不例外，带大家去伊斯坦布尔。那在伊斯坦布尔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，让大家觉得有清爽，有一些异国风味，而且是很天然的，还有一些印花的一些主题的新系列的春夏服装。 时尚商务就是我们现在人很需要的一个新的，可以说是代名词嘛。时尚商务就是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空中飞人也好，或者是就是常常要坐火车，或者是就是很多交通工具，我也是这样。那我们又是要坐飞机的时候很舒服的，可是下完飞机去开会也要。 能够很时尚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时尚商务的一个概念。那这次也可以说是波司登的春夏服装的这个系列和主题。在这边要预祝波司登男装。 立足中国，誉满全球，越来越辉煌。